甜蜜蜜，想象的真甜。你缝那个词儿了不？你缝那个词儿了不？重来，重新来。我不好意思了，别不好意思，你就瞅着歌词就行了。唱的肯定没我好，跑调儿呗。啊？谁跑调儿？大姐跑调儿啊？甜蜜蜜，笑得多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一起唱，开在春风里。对，这个调还回来点儿。天啊，红娘现场都要尴尬到脚趾在地板上抠出一套32厅了吧？得亏现场没个洞，不然红娘早就钻进去了。大爷，你这么低的情商能活到现在也是一个奇迹。今天来相亲的陈大爷今年63岁，退休金每月3200元，有房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因为老房子采光不好，大爷卖了换新房，如今就等着搬进去了。我这租的就这么大小房吗？啊，这是租的呀。那你自己房子呢？还没下来呢，得进这个月末。我自个买的，我儿媳她的名玩意儿，之前那二道河吧，领着路。那你这换房子干啥？你就住之前那房子呗。那是阴面，他们得上劳动公园见太阳去。在屋里都见不着太阳。对，夏天窗台那照这么一尺。那你这房子卖了多少钱呢？卖了37万。新买的房子多少？买花多少钱买的？40多万呢。我找这个房子这个图纸，南北通透的，这个是。南北通，这总价是45万5257，啊，面积是85.35。对对。房子还挺大呢。我准备来年4月份搬走。别看大爷一头白发，其实今年也才将将过60，因为对染发剂过敏，工作的时候不得不染。如今人已经退休，大爷是一点也不想染。白头发不行的染一染呢？不染，染过敏。啊。染这头发里净，这里净疙瘩，哎呀妈呀！染过。我演老多年了，你打工，那你白毛那些那心多大事，心70多呢。凡是有因必有果，喝酒的报应就是少年白头，因为年轻时错把白酒当白水喝，大爷的头发是一根比一根白。然后我那个木匠班就开始喝的，就喝上瘾了。原先喝酒喝的凶啊。啊，我一天吃饭就喝酒。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就暖壶盖一顿一暖壶盖。这么大。这么大，人家一顿就喝2两，你咋喝这么多白酒？2两我就不喝了，就没啥意思。那时候就拿暖壶盖喝。因为酗酒，大爷还丢了不少机会，不只是工作的，还有爱情的。但这都不能阻挡大爷喝酒的脚步，直到身体发出了警告，大爷才终于戒了酒。戒的？为啥戒了？刺挠，血液流得快，窜皮。原先关那个后背，后缘的严重了。嗯。前面也有了，胳膊上也有了，我能敢喝了吗？是，戒多长时间了？半年多了，这半年多了，就是这半年一口酒都不沾了。不敢沾，就啤酒都不行，什么酒都不行。那馋不馋呢？现在还行，原先吧，一吃饭有点不得劲儿。嗯。那你喝酒的话，以后能不能就是又捡起来呀？不能，我那不能捡，那受不了啊。得为了自己身体考虑了，可千万说啥的咱都不喝了。不喝了。为了自己身体着想。真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见黄河不死心。自从老伴去世后，大爷就再也没找过。不是他不想找，实在是没人能接受他的条件。费我就出2000块钱，女方呢，我应该是搭500就够了。我现在手里用钱没有，没有积蓄。啊，就我这老伴儿，你说有病，他住院都住几次了？为啥就出2000呢？你不有挣3000多吗？那我得一年攒10000块钱，我这以后在现在没病，那不能70、80也不能没，老那么身体好啊。手里没钱还不能全上交，那可不是什么优质男嘉宾，那再找老伴。大爷对的要求是啥样的呢？不要太胖的，我媳妇因为太胖血压就高，120斤以内，瘦溜的，我喜欢的小玲珑，小老太太，小老太太，1米6也没事。为啥喜欢那种的呢？我媳妇可能太大了吧，一有病她长到170斤，不能运动啊。温柔的，温柔的。嗯，为啥找温柔？说话声好听的。你老伴说话声好听吗？不听。我发现你就完全都不按老伴的那种感觉找他。对呀，我想换一个伙伴。根据大家的要求，红娘找到了今年64岁、每月收入3000元、有房的刘大妈，给两人安排了见一面。介绍一下，这是好的。这是我租的。租的。我这房子这月末就下来了。这大哥
大哥在那个范家屯买了套房子，对，然后这大姐姓刘，自己说吧。刘桂霞。刘桂霞。啊，刘桂霞呀。然后大哥姓陈。我姓陈。叫陈刚。啊嗯，我叫陈刚。是老实话讲，是这样的。嗯，你总而且能看出来，他不是装，挺实诚的。他的体型挺有眼缘，小巧玲珑的，身高我也行。嗯。我就愿意在就找他那小点的，膀大腰圆的还不行。两人见面后，对彼此的印象都十分不错，于是决定继续唠两块钱的。大妈因为大爷比他小一岁，担心不能照顾自己，决定出个题考验一下大爷。我就跟你说说比喻，我出门了，我回来你怎么说？回来了。嗯，外头冷不冷啊？那冬天肯定冷，那冬天肯定冷。我说的，你应该这么说的，外头冷不冷啊？你冻不冻着啊？没有，就体贴，就属于体贴的啊，就是回来了是吧？啊，就只在这自己回来的。对、啊，有时候就直接回来我都不说。大哥会做不会说，可能给你倒杯热水就不会说那句话。会倒热水吗？倒热水就茶水。我也不会哄人，体贴嘛，实际我都不懂。你不知道关心你的。咋关心我不懂，咋关心我不懂。嗯，不太会，我心里有点不得劲儿，该咋吃奶。哎妈。大爷，你这钢铁直男直的不能再直了呢，怪不得到现在还单身呢，浑身上下都写着祝孤生三个大字啊！急得摄像小哥都张嘴了。大爷说了，咱这辈子都没谈过恋爱，纯情男一个，也不知道啥叫体贴人呢。那我肯定不会，教我也教不会。也不是浪漫，就是体贴人嘛。啥体贴人？他有病我就伺候伺候呗，我就这样事儿呗。我也不能绷着亲一口两口的，我不能老那样似的。这些玩意儿，我这辈子没搞过对象，我老伴死了我才真正算谈恋爱了吧，还没谈呢，还没谈呢。我就是这样人，自来自去。哎呀，也有点不好，太直。但是大姐，你想那么会的人，你自己不担心吗？算也是，他吧就是一个直性的人，真就是理论里扛竹竿，直来直去哈。经过红娘的劝说，大妈也觉得可以接受直男型大爷，但大爷你这头白发是不是身体不太行呢？我白呢，你这么年轻啊，比我小一岁呢。我的头发早都白了。妈呀，我的头发从来都没染过，一回都没染过。哎呀，我看不到40岁就白了。喝不喝酒啊？我想喝不敢。想喝还有瘾呢？我过敏，你皮肤。原先我喝酒，我20岁喝那40年。那你这酒量也不能小了吧？对呀、啊，他们喝酒都愿意带我呀，我能陪好他们呢。你能陪好他们呢？啊、嗯，你是不是有点喝酒喝的那个？喝酒喝的也是演头发演的。你是喝酒喝的，可能是喝的太多了啊。他要敬酒，他挺能喝的，可能。听他唠嗑是要没黑没白的喝，那个反正要是不接触人，不接触单位人，他也不能喝的，说记挺长时间的。哎妈！大妈可真是火眼金睛，一语道破天机，可不就是喝酒喝的吗？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既然大爷已经戒酒，大妈也不再追究。大爷也忽然打通了7窍6脉，主动给大妈包起了香蕉，还展示了一把自己的才艺。你孙多大了？10多岁了。妈，给我包香蕉，来，咱俩一起吧。不是，亲，我吃不了这些吧。你都吃，你可以连着一块吸。行，那我吃。大哥，别客气。大哥要唱京剧呢，我确实会唱，我唱的那是古装的，你听不明白，不懂。你听听，我们听听。那你会唱的，我不知道那京剧叫啥名吧？啊，没事，你来吧。将身儿来只在大家口，尊一声礼为宾朋听从头。你不是相马兵子口，而不是代言呢，行吧？嗯，唱挺好，唱挺好，不是有点那味儿吧？嗯，有点那味儿，跟谁学的呀？跟抖音啊，就跟抖音学。你不是小时候没学过呀？小时候学的都现代样板戏。大妈也不甘示弱，准备跟大爷同台竞技，没想到中途漏气，被直男大爷狠狠嘲笑。愿意听歌，也会唱歌。会唱甜蜜蜜吗，阿姨？甜蜜蜜、啊。甜蜜蜜，真香的真甜。不会，该词了不会，不会，该词了不会。
重新来。我就不好意思了。别不好意思，你就瞅着歌词就行了。唱的肯定没我好，跑调呗。啊？谁跑调？大家跑调啊？甜蜜蜜，笑得多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开在春风里，这个调还回来点儿。在哪里？在哪？一开始就跑调了。在哪里见过你？没有那个麦克风，我唱不了，嗓子得劲，有点紧张。啊，这大爷不是咱说你，要不咱还是闭嘴别说话了吧？你这话说的，就算大妈给你个大笔兜，都没人管你呢。大妈也是个坦率人，一点也没放在心上，反而问起了他在乎的另一个问题。我还抽烟呢，你看我这不抽烟吗？你抽啥？这个是大哥他那个卷的烟。来的时候我也跟大姐说了，大姐说这还挺细心的，还自己卷烟。不是细心，抽那烟抽多了咳嗽。那你介意就是大姐会抽烟吗？你抽烟勤呐，我两天，现在我两天一盒烟了。那我两天一盒烟不能够。你都不能够，比我还勤呢。比你得勤。你抽烟抽得勤呢，我要比他严重抽烟。那你能不能少抽点？肯定不能去，不管找啥老头，我这烟戒不了。女人哪有抽烟喝酒？我都想把戒烟酒都戒掉，她在抽烟喝酒呢。你看看我搬新房里，我都戒掉。我这么打算的。那少抽点行吗？上外边抽去。那咱能少抽点？少抽点行。少抽点就是管一管，那也是为了自己。我为我自己好，我这嗓子咽炎。两人达成共识后，准备聊点实际的问题。原来在哪儿工作呢？货运的。退休一个开多少钱呢？3000多，我就是生活出2000块钱。你开支多少钱呢？我3000。你但女的一般都2000多。都2000多呀，我这些头点值在外边。啊？在外边头点值，我没有老伴，我就是300多块钱一个月。就大姐是在外面自己投资了，一个月的收入大概能有3000块钱。那买卖。不一定保证终身的，不是，不终身，那个不终身，因为我干几年就不干了。他生活也没保证呢，这两三年他能拿出点钱，他以后他拿不出钱来了。猪往前拱，鸡往后跑，各有各的当。既然你没劳保，大爷表示我也不是考古队的，也不会天天往坑里跳。但大妈岂是池中物，三言两语就让大爷回心转意，败下阵来。直接把这老头没看着，就是说他就是给我3000，咱就不能要，就是2000块钱吃什么，那1000给人留着，一身人儿女花，给人儿子花捂的嘞，有啥事儿捂的嘞？你看我就你没说事我就这么想。我儿子不用，你自个儿干一辈子不都点零花钱吗？你看我就给你想着，他说的妈呀，人他也这么说，你俩想一块儿去了。就是大姐是为你考虑，对，你不说。就说你这挣这3000，你不说我也是留2000给你，1000给你自个儿，意思就是说对我挺好的，咱俩就是朴实的在一起生活，对啊，就行了。对这一点我挺感动，我也挺满意。我这个条件我也不管，我就月拿2000块钱，他自个儿摆着去，我不管。啊，你把钱直接交给就他了。我自个儿，我也不愿意，不会管钱。对于女的这个想法，她不烦人，对啊、知道吧？有的女的那就是奔钱来的，不是找你过日子。大妈段位还是高，大爷这种直男简直就是小事一桩。眼瞅着大爷要被拿下，大妈更是围着火炉吃西瓜，身上暖烘烘，心里美滋滋，准备再来一招，当场把大爷拿下。我说我拍你一下可不可以？拍呗，打我一下也没事儿，坑肉。我跟你俩一起照一张相不得了吗？行啊，咱俩挺大方的，来吧。多大岁数啊？这就是啊，又不是小伙儿，年轻。不是，咱再近一点吧，没事儿。我有意思啊，我告诉你们可有意思了。我也挺幽默的。你幽默吗？你喜欢我这事儿的吗？你喜欢我这事儿的吗？相中吧，相中吧。上我那住去吧。对呀、啊，住一年得了，那隔那隔一年放放我味儿。大姐还希望。我希望上我家去住去。我这啥都有，我啥都不用拿。那俩就相处呗，微信聊聊，视频聊天都可以。都可以。啊，那你没啥事上我家住了。恭喜两位牵手成功。好了，
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，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3秒钟，咱们评论区见。